啊，一个就是王玉敏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有一寡关心囡仔的专业人士做伙来组成，安尼就对、嗯。所以这是等于是半官方色彩的。嗯嗯。啊，伊有领啥？伊有领咱政府的补助。嗯。有领补助，但是无讲领偌济啦。啊嘛，有接受着外界的捐款，安尼就对。嗯嗯。哦，接受个。啊，至于讲，因哪去？等于刚才讲讲，经过因的手，啊去转介讲一个囡仔，互伊。出用，哦，还是讲去到其他诶，你无算，会当赚十万，这是到底是啥物意思？我来听无，你看呢？一般咱知影，咱同学知影民间就对啊啦。嗯，咱是讲古早诶代志啦。嗯，比如讲啊，我囡仔都生仔，啊，我家己也无在了人饲啦。嗯，啊，都有人要来养，伊都无囡仔，还是讲伊无查甫，伊做想要一个查甫诶。嗯，后来我就一个查甫护理啦，啊，就看我证书底下该吹销。嗯嗯。一般咱古早听就是这条理呢。嗯嗯。啊，但是这条理来到今麦这个机，来到今麦这个时间了，对啦，竟然儿童的面貌在赚这条钱呢。嗯。啊，伊讲来有在人出用对外国处理，就行情更加好啊！一个囡仔拢有25万能赚啦。啊，那在咱台湾差不多上十万，那呢7万7上十万那呢啊。安尼安尼，迄个做小的机构，赚钱的机构吧。嗯，这福利就。有来有相两个福利啦，来这讲，因咧讲讲，啊，你是福利联名，你内底资金是来自民间，捐款政府补助，嗯嗯，你敢赚这个？嗯，对不对？我唔知啦，嗯，但是你听你到底中间，秘书咧卖囡仔呢？对，对不对？是嘛？有人，对啊，像咧看狗啊，你啊，看狗啊咧，这囡仔若无人要饲，啊来我家。个政府补助，个民间个捐款，下中间就对。啊，这囡仔若有人要爱，外国人有人要爱，我可以当赚外国人的钱。这个，这多安尼较对。无啦，咱台湾哦，有足济这种，听起来也是看起来也是原本起初，因拢是出自一个诚心有无吼？要来做个单位就对啦。但是这单位，奇怪哩咧，咱的政府吼咧拨钱也是安那，迄个监督呾干呾拢无够安尼。哦，你有感觉无、嗯嗯？所以足侪外表看起来是足一个做好事嘛。嗯。哦，各个囡仔的福利啊，三种种有诶无诶。但是像这件代志，开这件代志了，接接出着儿童福利联盟，讲伊竟然拥有45亿的资产啊，那就对了。竟然拥有45亿的资产。45亿啊！我都讲四亿个，讲四亿大个。45亿啊！是他。我那都要减讲10倍呢。但是45亿，坦白讲，跟其他咱台湾这种所谓的组成单位来讲，伊这种小卡呀。你咧讲那个组成，对哈。好，阿姨最近顶阵啊，吼，他打开咧，这三咧开。3.7亿啊！买台北市内湖一个办公室，引发争议过安尼啦。好、哦，我讲一个系够说开个3.7亿，你要一间办公室。一间办公室3.7亿。3.7亿就是3亿7千万。3亿7千万去一栋大楼，都唔应该3亿7千万。每一栋大，迄个办公室可能足奇怪，就是每里个人就突然间拢变做个办公啊，啊行出来都未了伊啊。哎，不管人三生，要去要做理事长，做那个董事长。我、哦、所以啊，这个这其实之前都拢有迄个相关的种争议吼，就是咧讲到儿童福利联盟咧滥用着民众的捐款呐，啊是啥物种种有诶无诶，啊呼吁这单位公开财务报告。哦，哎，有里面咧呼吁个对啦，呼吁这单位，团队咧呼吁。系啊系啊，就足早就已经有里面咧投诉咧呼吁讲这。即系财务报告，即系要讲好清楚。啊，结果咱家想想啊，诶，咱台湾财务报告会清楚的所有嘅组成单位有几间啊？无几间哦。清晰认识。系啊系啊系啊，干那上大啊，迄个组织，你家看到这样子，敢讲报告还听过？哦，对不对？真。好，好啦，好，来，来，咱来进一个广告吼，安尼咪接个倒台，特别拢出书卡咧，他妈黑啦，啊贵就个贵啊，好，来，感谢。你到咱食啥好去啊？我都食吼，迄个白饼是食，是到咱食咱的卡是酸饼，酸饼，系啊，食落拢会安尼要跪落安尼啊，吼吼，无力，啊无力安尼啊，啊，即要食了就
啊，较有力啊啦！我拢要继续要食，我要搁食咧啦。哦，对对。啊，慢则搁讲安尼吼。啊，我即摆食了几下项目酒啦吼。目酒安那？我有去用开刀啊吼。嗯嗯。啊，我呢，安尼流目油啦，安尼，啊啦，结结哒哒，安尼足辛苦，拢爱讲我迄个目油啦，结块。嗯，嗯嗯，我大大小小，阿姐嘛，即马我来，大大，大大小小拢去整下哈，嗯嗯嗯，哎，像阮都老一些，阮老啊，食了吼，嗯，佩服啦，吼，很佩服些呐，佩服一个，哎，干那嚼，干那嚼完呢，嗯，一直嚼完，一直嚼完呢，一直嚼完呢，嗯嗯，啊，这佩服反正我无得嚼啊，啊，无得嚼啊，嗯，五百线，我五百线，嗯，是吧？好，哈，哎，无我那边食大，我拢会干咩，安尼吼，我干咩，嘿嘿嘿。对，你我老拢开公司叫我讲，你食了有影袂歹啦。这个食皮肤足好呢，你皮肤像牛皮癣拢食好起，安尼就算真好了嘛吼，恭喜啦！啊，搁啥物呀？我现在给你叫就是叫。徐立健，徐立健嘿，你徐老三跟徐立健嘿。我你欠袂哈，欠袂徐老三跟徐立健做伙食较好嘿，对对。啊，这边这台山我讲啦，豆豆安尼，豆豆有较轻啦吼，该食的这较好啦，愈食愈轻啦吼，哎，安尼就袂歹啊。感冒啦，哦，对对对对，感冒安那较轻啦，嘿对，嘿嘿嘿，那拄只感冒较轻好啦吼，啊你若有咧食徐老三吼，啊较袂向传染病，像今麦咧流行个沙士咯。啊是啥物咧感冒，啊较袂去用传染着啦吼。正在，这较有抵抗那边尔咧。继续食，我咧问，我咧甲问，伊讲可能会用的啦。嗯。无拢外久咯，食完食起来一摆啊吼。对。啊是巴多，我伊当在食，在食三四罐呢，啊几罐呢？恁家在？咱食起来听。好，恁家在？哎，伊是听对呀。伊都是听风啊。听风啊。好好好。听风干，听风就了拢来，食起来听拢袂惊。安尼吼，许多山咧食听风就好呢。哎。就好。啊，今麦食三四罐就较袂痛，较袂牙太痛吼。我都是今麦个叫一下，拢几回啊，十罐啊。安尼吼吼。啊，古阮叫，我当拢都甲你叫三四届啊。对对对对，一届五罐诶。嘿嘿嘿。啊，我今麦，哦，我老弟食嘛真香了。对，两个你叫较紧点啦。啊，叫我先拿，遐叫好较要紧啦吼。我先讲你呐，叫好吼。你准食啦。哎，对对。我等下买互你食啦。大象真友好哦。我先讲你呐，叫好，你准食。对，咱年会有啊吼。啊，都有镜头，甲改善好。啊，若无镜头，咱就甲保养吼。食这囡仔骨啦会较硬，较袂退化。食了若较好，咱就甲食较轻的啦。对对，若较食，比如讲你都若食好起啊吼，完全拢好啊，咱甲甲食三三粒啊，三四粒安尼上好。对啦。啊，若还袂完全好，唔通改，唔通减啦吼。对啦，我有。还袂完全好，万只减的吼。这边有无减的？对对对。直接食的。嘿，啊，迄个阿桑，你讲你吃哩多啦？恁倒哩多？拿来。好，拿来哈。哦，对对对，我电脑来，你老用来，我叫去。好好，我那是该恁遐拜访你哈，啊，你老来拜访。好啦，真感谢哈，感谢咱有许多许多台湾人苦了背，只不过咱现在公司会独家提供的哈，广告时间啦哈。啊，这老上感恩者恳请哈，一个人啊，吃了够提规家伙啊，包括警察这边啊，吃哈，皮肤啊，身体，目睭，哦啊，种种。啊，不会信啦，吼、哦，三军将会跌啦，吼啊，天风啦，惊死少年人讲天风啦，安尼啦，所以详细落见下听众朋友，咱人吼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即个毛病啊，吼啊，不离个，咱直接不中直接讲啊，是原则上都要去找医生去做处理，吼、哦，有什么种毛病，咱去病大病去做检查，啊，确实医生跟你讲，啊，你这是属于什么会啊，啊，那个仪器足先进的，检查起来，但我你这什么毛病？啊，贵药可能家里自己个家不好见了点。不哩个呢，听到咱直播一瞬间呢，你会当在讲，哎呦，你在玩很稀，这个营养分的食品，这个健康食品，这个营养食品，这个物件有较好的产品哦，你就甲买等于吃看卖啊。因为你吃西药有这种副作用，大家拢知影。哦，啊，等于想要吃的中间又变成生病啊。你听来个电话，你不吃西药你中不掉啊，你不甲止疼就中不掉，对，迄不是好呢。迄种愈严重，迄、那个病不好吼，阿所来西药，迄类固醇的物件下了了吼，我你讲，你也随便听，这了随便听，但是这对你身体上是会愈歹，袂愈好了对啦。啊，所以你变啊，咱是啥物决定吃？强调下对你身体上的西药，有一寡这个损害了对，甲吸收掉了对，无你袂造成损害，袂造成你身体上食西药负担啊。这是信任公司许多山帮忙的所在的对，
所以直接要跟你听这种朋友讲，石头山这些物件不是药，加吃，心理上得到健康。有当时啊，你要吃太济，吃太济，无得到健康，无要紧哦，啊，愈严重，啊，石头山吃，绝对可以会感觉得到。只要你有认真哦，慢慢吃一罐两罐，三个月到半冬，你要吃，你就该吃哦，三个月到。四个月到半堂到心理上健康了，你会感谢讲啊，信任公司产品真正有效啊，好不好？有啲冇不了解，拍电话过来，这上先询问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，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来，听众朋友。咱即马一处个别性三公司产品十罐呢，咱独加上三罐以外呢，咱会当个经平底锅一支，这是精品哦。你要经电风扇台，即卖用是经性三公司，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安素、金立明、宝顺健、喜乐清，两骨素三十粒，这拢会用是咱一道经一行未完结。啊，另外一处呢，个别性三公司产品五款的朋友呢，独加上一罐以外。咱有办个挑选吼，啊，单手把汤锅一支，你要金保温杯一支，金白沙湾气锅一条，金半香的汤匙一啦，你要个金无凡气的洗头毛巾一罐，无凡气的洗衫巾一包，隆重的送。咱一道金一行为关节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感谢。来，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，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《用啊无采我爱你》。
好嘞，感谢啊，咱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六号的节目现场吼，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-0588668，电话一在是啊8点到7点啊，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。好，头拄啊咧讲着迄个凯凯红零地到死这个案件吼。这些是莫怪社会大众，大家拢起俩讲啦吼，尤其是你听着讲，迄十几种加工啊，慢了了讲，我一卡零地到这种程度啊，啊，吹气拍断四肢啊，那就对啦。好嘞，啊，这个、迄个时阵打开始办会记啊，未？迄个志刚啊，儿童联盟迄个志刚啊，去了这个警方啊，将手铐嘛吼，对不对？吼，啊，大家有议论纷纷，讲啊，志刚啊，你将手铐，他怎么愈查愈去？这个志刚竟然是扛起两个女儿喎，吼，串供啊，串供佮兼警戒主要，啊，做伙欺骗迄个囡仔凯凯话嘛，安尼就对啦。我阿耍着几个用迄个做假相片去互因话嘛看，用以前的相片就对，互因话嘛看，啊，用心啦，哎，囡仔做好了，无问题啦，对对对，所以说，啊，至于讲什么出用一个囡仔的，那银两赚十万。即听到到地吼，才是咱先头同我吃一个，你敢知影？我即顶下咧买袂起呐，吃几下咧，咪吃一个尔。系啊，啊即你，即个儿童联盟，即个就做啥咧？即个单位，伊也是半官方的机构的，因为你也看嘛吼，拄只讲的两个，一个林志嘉嘛，这是咪政治人物？政治人物。啊，另外一个王玉敏嘛，系啊，这是咪政治人物？哦，啊，这只政治人物伫内底用的即个物件，绝对是半官方的啦。唔知林志嘉会当？为了啥？即个了个立法院也无通过了后，得当随转去内底，啊无靠我哈转内边呀。嗯，哦对不对？嗯，啊奇怪，啊是安怎样？我海拢拿咧把持。嗯，我有病你嘛是拿的呀。嗯，林志嘉嘛拿的呀。以前的国民党的后手都对待人，对啊，就对待人，对嘛？啊，你要做有些群的，迄个了个立法院院长、秘书长啊，副院长啊，秘书长，秘书长啊，副院长是蔡其昌啊，秘书长嘛。啊，但是伊是啊，那对的，万一做副院长，咱就唔知问李定辉、问吴坤辉、问佮嘛就知。会滴吼，咱台湾的主持人机构足济啦，啊，咱嘛愿意相信讲，即个主持人机构拢是出自一个诚心。即嘛问题就是讲哦，即报纸写呢哦，我是感觉足古怪。儿童联盟的支付报迄个种六那个企业费啦，费用对啦。无，那无去卖人就对啦，无出卖就对，出用都出用就对啦。讲会赔钱啊，挣了钱就对啦。啊，你唔是来自政府的补助吗？来自民间的捐款嘛，对啦。啊，唔是你了你个人的钱啊。对啊，啊你定下出民间捐款好哩啊，系啊。哦，你了钱，你遐钱，为着这囡仔好，你开了了，咱民间就去关怀你嘛。啊，了钱，那当个有啊，公中四十几亿。啊，了钱不是了因个人呢，意思讲，人民间关怀啊，啊，政府补助啊，安尼我看也无去用用就对啦，我会赔钱啊，会了钱就对啦。世间有迄道理嘛？啊，像你好啊，注意一片看卖。对，不，伊这写个无清楚啦，伊无足清楚，甲咱讲啥那囡仔。透过儿童联盟的手啊，转介去搞迄个做所谓的女儿，啊是讲迄个做艺术工用儿童联盟来去用用钱了，对，伊也付迄个保养费，迄个女儿，啊，伊就了钱啦，啊，有，哦，伊就了钱啦，对，哦，啊，那无去用钱的中间就对，伊也赔钱嘛，啊嘛，艺术嘛是讲，你若要去儿童联盟，也要改领用，还是收用金呐？等于你爱另外去交一条钱了，对吧？可能艺术是安尼啦，哦，可能另外一个交一条什么钱安尼啦，吼，这咱无了，阿无从头个，你明仔再搞个登记好啊。你甲讲这足可怜的，我卖看伊遐老呢，到五岁呢。也不讲这钱哦，前面有哪，前面有哪不好呢？没有啦。咱做东西大，我有时啊，我咧讲哦，可能较未遐清楚啦吼。但是咱这边哦，像好，都话像你讲讲叫你个神，我看医生见唔是，你要个考到是，一个你要考到是。唔是啊，这个哦，无啦，咱这囡仔有无？咱来讲出做诚心的话，得讲叫无良的，咱讲真正哦。啊！但是即摆我看到讲我要收啊！啊，即个啊，即今仔日新闻嘛去报啊，讲其实儿童联盟有无吼？转介引起着即个囡仔
比迄种了做啥？零地币是真是第一件呢？安尼哦，嘿，讲这毋是第一件呢？讲过去个新德官啊，曾经有一个叫做佩佩，这都拢改名啦，吼、哦，佩佩了，叫一个囡仔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由着这个利好人民呢来个安排，啊，然后呢，可以去一个24点钟专力照顾的尼姆遐了，对啊。结果想袂到过两个月，囡仔就死啊。啊，是啊是啊。啊，利好人民就干啦，简单出来讲讲，啊，这个囡仔都。你个破病，破病死啊！就对，安尼简单讲者就过去，安尼就对啦，吼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囡仔讲除了讲感冒是确定有破病无唔对，但是有不明的头壳的受伤，啥物种种有诶无？但是最后呢，这个就做啥？不了了之，就尾啊严死啊，结果讲讲是猝死，安尼就对啦。猝死。哎，啊，但是这个囡仔身躯顶，他是有寡不明的这种的做啥伤痕，安尼就对。不明的新闻，这是哎，还有个代志嘛，烧掉。对啊，哎，冇得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吼，啊，所以这到底这个经营到底？哪里讲起台湾那些囡仔吼，那不能不能去饲，好可怜呢。系啊，啊，你那长条好诶，哦，听个那命咧啊。从这个开发伊的季节，季节咧，伊个天干物事诶，囡仔，而且伊个要求讲，这个囡仔要去继续饲咧。是啊。啊，但是伊又讲未发。哦，这个问题。对啊，啊，未再加。继续饲，放弃了。关系关系，关心嘛咧，伊讲明明讲袂代志，我咧讲转落别人。啊，你甲看这个囡仔充满笑容，啊，佮拉起拉白糖有无吼？伊转落别人，能能这个应该就伊转落别人是对你要较打实际骗囡仔有17天的经验呢。啊，迄是打成立的呢，打成立的一间，这个敢那亲像我调故意性的，这间就是要接儿童年龄的 case 安尼啦。刚才讲，所以人人家过了好好的，伊就甲中国来互接。对啊，安尼就对了。那伊是做骗过囡仔，他17天的经验尔尔啊。当然，家己的囡仔迄唔免讲啊吼，伊甲人骗的囡仔，他17天的啊。啊，伊不管吼，拄打开始摕着年尾的证照，摕着讲伊会当居家骗囡仔的证照就对了啦。开始骗囡仔，开始骗囡仔就对了，接着开开，拄好他打。伊实际讲骗囡仔骗过17天呢，头前打有17天的经验，经验啊，啊之前的迄个照顾甲足好，迄个年尾，迄是就主亲的啊。是啊，照顾甲足好，年尾你无继续照顾，对啊。别别安尼，你就甲装修白了。啊，一个底薪不起的呢，一个底薪不起，啊薪不起，我觉得政府要查，爱查。有关单位啊，吼，咱讲讲政府啦，有关单位你就爱查，查我这个就过了好好。啊，是啊，你形容你甲装过好，好别人过。啊，今天吼，即卖问题我咧想啦，伊即个案件咧查吼，查到尾啊，就是针对凯凯、甲尼沃、甲志刚尔啦，未搁再对顶面放大放大查到李东林，你内底有问题。未出家安尼去了，对啦。啊，到尾来就是，即个相关的人士该有罪判有罪啦，啊，该安那安那，但是李东林面吼，几工啊过了后吼，风声过。安尼哪里讲个，到底唔是两个尼沃嘛？讲的顺了，这个开，这个贵姓？这个囡仔叫啥名啊？太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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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婆。太假了。老人讲，你开装贵和这个过。嗯啊，那个本来过了好好，是啊，那你里头那边讲没装贵回来。有。是那个费用较大。嗯。他头来讲啊，差身价就蛮大的。差千，哎，对，差4000嘛。哎，差4000块啊。差4000块嘛，差4000块中间就对了，伊过了好好。是啊，你来自民间，你不是了钱呢？民间的上观看啊，政府的补助呢？这吼，咱这么当家要这吼，小米无后悔啦，人讲小米无后悔啦。我爱尊严啊，你爱尊严，差4000块中间，你看过个一个囡仔死去啊，规个增加班了了啊。你若讲过无好死，搁一回事，那是零底死，零底死的，迄个另外一大代志啊，吼。对啦对啦，即看以后知影内幕的人会搁出来讲过咧，但是我感觉这根本是怎么，就搁无人讨论啦，哎呀，同款啦吼。好来，咱来进广告，随个倒转来吼。好啦，这个开台这个代志吼，啊，加就引起着社会吼，大家关注了着。啊，真侪这种的这三呢，这个民意代表吼，拢提出着因的看法，甲准备要修法。啊，头仔原来读的迄篇新闻，咱的法务部部长来管啦吼。你讲。啊，营地因啊，本来就够死刑啊！吼，而且点我要甲咱讲，无种讲有啦，本来就够死刑，但是伊唔是唯一死刑，这有差你敢听有？意思讲相关啦。系啊，啊你呐，等着康永法官的话咧，五等，
十档。啊，微信就是讲。啊，那微信型，我唔管你是空量还是沙巴拉法官吼，对不对？不管你都干那只调动个盘。冇讲咧，我唔报都太戆到安尼咧，因为因安尼啊，这是讲这官这股啊，拢在黑你啊。哎，啊，微信型要通过。到底会过未？我唔知啦。嗯。啊，是唔是微信用符合着这个所谓啊？这个可能说民主啦、人权啦，什么等等。但是你甲想，这个物件连伫囡仔国家间的微信用，我是无意见。我就在那想，我头拄啊想，头拄在想，为着事情，我一条性命无，一个囡好好囡仔讲连伫啊呢？迄、那个咧连伫的过程，唔才规律。嗯。迄囡仔艰苦，第一登贵，真正迄个艰苦。嗯。大家唔该想到这边。嗯。我也想到这個，对啦。你甲停地的过程中间，你停地两日三日，等开，嗯，伊就唔当艰苦啊。嗯。但是迄段时间，这个囡仔何等之痛苦，唔是人会当受的啦，大人都受不了啦。对啦，本来就是安尼啊。我拢一想这個就对啦。哎，所以没人去讲。对啊。真正爱处理啦。哎呀。哦。哎，应该是咩那个慢起来，我嘛想。好，你看嘛，你甲看，你看伊要等开的进程，迄段时间。看伊安那的规律，一个长尾囡仔尔呢，大人站袂了啦。好啦，希望啊，希望这个代志卖个发生啊。政府单位真正咧讲真咧，相关这种的迄个机构来，啥物吼？是，你真正拢爱查啦，唔是讲过多类就准耍咧啦。吼，来了，刚相差不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袁小迪，阮小迪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.3，立即和平广播电台。真龙小馆各家料理过来了，有咱笋丝卤猪脚，搁有咱日式照烧猪肉，冇好食的古早味三杯鸡，搁有配上一路饭的客家小炒，嘛有香龙菇、炖嫩白，安尼总共四项菜，一个汤，五包，原价1750。犹太爱台湾的听众，买一包搁送一包，总共十包。大犹太敢那卖1500块，搁送咱开胃菜，有两包的菜脯，总共12包。大犹太敢那卖咱1500块，十二包敢那卖1500块哦。2973-0409，2973-0409，货到付款。感谢妈，你出国怎么带这么多现金啊？哎呦，难得出国，当然要多带一点钱去血拼哦。哎呦，为防治洗钱，现在规定出入境携带新台币限额10万元，超过部分如没申报会被海关没收哦。还有申报不实，超过申报部分也一样会被没收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啦。哦，那出国还是不要带超过新台币10万元比较保险啊。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。做工满五人的单位，应该伫完工告知当日申报参加劳保、旧保、甲职保，试用期间嘛是要投保。做工未满五人，或者是干那涉及扣税的单位，除了是旧保、甲职保的强制投保单位，卖使另外办理自愿参加劳保。雇主若无申报完工加保，除了会有罚款，而且公布姓名以外，也阁会赔偿完工的损失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老爷，咱出来行行的啦。外面很冷，我才不要出门嘞。运动是最重要的呢。人专家有说哈，太阳出来，天气暖和了再出门。啊，那太阳下山，天气变冷，我们就要赶快回家。你看，现在是早上8点多呢。啊，我也有滑板哦，这围巾啊、帽子跟手套，我拢给你穿好水啊，袂去淋着啦，行啦。我们就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喽。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。乖孙子啊，你提这些 OK 绷甲医用嘴炎是要创啥？我要提起网络拍卖啊！袂用的哦，这些物件拢是医疗器材，爱要有患病业有相许可执照，并且爱有实体通路店面，才当申请伫网络卖哦。阿妈，你哪会拢知？是药师有咧宣传啊！会记哩，一般民众将医疗器材提起网络拍卖是违法的行为，相关会当罚200万哦。以上广告由食药署提供。
阮拢是伫这在等待，伴你轻松过日子。想你想你，就一点赞的地。不管孤单笑眯眯，后世因为你的变乌白。不知过去为什么，为什么岁月袂甘伊也会伤心。伊是为着寂寞才开花，才知因为开花才落地。阮是不愿孤单这么美丽，也知因为你的变黑。喙齿若要顾用，喙齿患爱先顾用。喙齿患若用，喙齿自然就知。我十几年前牙周病严重，我嘛真烦恼。但是好佳哉，我用着白沙湾齿膏。十几年后，医生讲我齿患是健康的。听众朋友，赶紧来个使用白沙湾齿膏，白沙湾牙膏。叫回专线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，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，感谢。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人，而且为咱大家推荐介绍奇幻真台湾台语文囡仔故 CD 绘本的第二集。一个其实伫旧年，咱有介绍奇幻真台湾的第一集，有真侪咱的听众朋友要等于给伊个囡仔孙仔听。今年发行的第二集，同款是用台语来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。第二集呢，咱有邀请咱熟悉的立法委员王定武、作家渔夫，也有咱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系的曾家应副教授来共同献声，来讲囡仔歌，予咱的囡仔听。咱卖阁再听中国思想的故事，咱台湾人听台湾的故事。这次由家人轻松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全台语故事绘本，有三个故事。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空袭台湾的时阵，一个传说马祖新炸弹，一个有台南喜鹊啊流传200冬的古迹故事，包括顶一本魔神啊传奇故事的续集。规本呢有96页，拢总是彩色的印刷，一个副 CD， 一个当用网络来收听。一本的册内底呢，一个有台语的汉字、罗马字的对照。收藏这本册，会当予咱大人甲囡仔做伙来学习台语文。这本 CD 的绘本目前已经卖出将近1000本，价钱呢1150元。目前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，你只要卡一通家人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：0800-558-969，0800-558-969。一本只要899元邮费的介绍，册送到厝接纳钱，运费呢由电台来吸收，提供予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上介大的优待。如果那第一集无买呢，想要两集做伙来注文呢，两本只要1600元。
想要让我们的囡仔了解到我们的台湾本土的民俗，我们推荐这本《奇幻真台湾》第二集，请卡免费的服务专线电话：0800-5-5-8-9-6-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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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8
来，咱叫一个活动来给听众朋友做报告啦吼。咱首先这个活动就是咱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吼，北头港庄福宫。咱这间庙吼，建庙至今有200多年，咱伫1984年有来做一道诶重建，至今也已经40多年啊。啊，本庙啊，最主要服侍诶神明是北极先天上帝甲主台夫人嘛吼。啊，因为重建来到今年40多年，所以今年的管理委员会有来决定讲要搁再来重新修建，而且本宫正诚心邀请全国吼啊诸位先进大德做伙来到三江观先看，来做先书啦吼。啊，当然咱有要观看吼啊，来重建庙宇的朋友，咱会当用电话来联络庙人这方面吼。啊，伊的电话是0928-381-899，0928-381-899，咱找欧先生收安尼就会用起啦吼。啊，庙人叫我那有咧讲啦吼，讲诸位先生大德吼，所观看的金额呐超过10万块，咱会将咱的尊姓大名来甲标记伫石碑顶面来甲做纪念吼。啊，来另外吼，这是3月24日啦吼，啊，礼拜日的早上9点到下晡5点，在南市龙宝宫观音佛祖爱心会伫龙宝宫庙前有一场的关怀活动。咱伫遮欢迎吼，善心的人士会当慷慨关怀，造福人群。啊，当然咱关怀会有奖品要来赠送，啊，奖品是有限咱啊送完为止吼。啊，要关怀朋友爱记者吼，有这个相片的身份证件来哦吼，以上甲咱简单诶报告啦吼。来，这边咧有请听众朋友呢，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，这是中和贵先生点播张天君演唱的歌曲《有力的生命》。情雨连落袂散，害我心肝丢丢断。感恩好心肠，飘浪的心愿，交袂少薄薄的被单，一份感情无可换。从地台温暖的光线，照着坚强的心呀。为前途去打拼，为前途就爱去打拼，不管好拼我多。走笑背山，阮的三母因爸爸照常行，心怀思念，心头欢好平，苦恼的会用一分担，成功失败全靠我。寒冬过，春天来交换，灿烂欢欢的生命。为前途去
多，为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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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。情雨连落袂散，害我心肝丢丢断。甘依依，无心情，飘浪的生活。甲梦想薄薄的陪伴，至今感情无可换。从期待温暖的光线，照着坚强的心命，为前途去打拼，为前途就爱去打拼，不管好命我大。好嘞，感谢啊，咱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，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-0500-668，电话也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，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，不清楚不了解呢，电话甲敲过来，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吼。来，感谢啊！咱个继续啊，来加进行节目看新闻了，对啦，吼。这个大清的已经有主张啦，吼。伊讲咱即卖已经完成完成干，就是迄个海军和伊个政水干啦，吼。哎，在时啊，咱讲报过大清的甲蔡英文拢主张讲后边吼，是不是还佫七只？咱要做八只？是。啊，边佫有七只的时阵，大清就是希望讲，即个要做三年，做一遍。做一遍就做出来。因为意思是讲，免直接做啦。系啦系啦，唔能够按唔能够拖就对啦。哦，啊，一遍就做，七只做出来，安尼就对吼。啊，当然咱做第一只了后，就经验嘛。对啦。落经验后边咧做就系，啊，即嘛，要一捆头做七只，带准这间公司，伊讲无问题啊。啊，哎，送回去所在了，对对对，唔是了，所以讲因的功夫无问题了，功夫无问题，哎，啊，但是呢，所在咧，嘿，啊，所在就是看时候，安那找啊，阮到头前咧功夫足大，下底阮到头前阿做啦，甚至咁，啊，我有来做问题，本来就伫咧大个所在做，做了发落去，你讲遐大是同人底下咧争个，唔要你个管制起来，唔系我今晚争啊，我大家底下甲看，看你甚至咁咧做，你比市场比较快，你唔好话个，啊，以前的。呆准，一生本就是咧做准的所在，还有更讲无准，无所当做做准啊，啊袂，伊咧伊咧何呆准咧何安那，伊本来不是做准的啊，一棍头咧做七只准哦，这了这，哎，那个咱听专家的就好啦，专家来讲会使就是，啊，但是即马重点就是迄个武神啊。哦，迄、那个武神，迄、那个马文君呐，马武神，很多人个懂，他们你们去。马文君随就出来讲啊，出来讲，一边要做七只，迄个武神非常的庞大呢。这个一条一条好好啊来信卖晒，随着海上做啊。你比较大呀。系啊系啊系啊，意思就是讲，我来讲啦，你大清掉一边要做七只，我马文君不爱你做，伊从第一只到三秒你做呢？那个我计划卖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这啊发财啊！你这个时阵，我讲平淡的人生，正水感来这个红起来，我睇唔到，对吧？啊，好啦好啦，好，这咱这个视角看看啦，吼，啊，看这个情形。
啊，即摆吼，这个股市今仔中昼吼，我坐伫遐咧食面啊，哪看吼？我无咧看股市个啦，是我无咧算股票。你无咧算你？但是阮母啊，顶两日啦，有咧甲我讲，讲咱台湾即摆这个股市吼，有一个物件叫做什么碗哥啊，什么 FFTFTA 啊，什么 F 什么，迄什么基金就对啦吼，迄是有上市个哦。但是哦，阮无在咧讲讲，哎、欸，这个物件无啥正常哦。這樣喔、嘿，伊个获利啦，获利的迄个比例啦，已经超越过迄种一般股市的投资的迄落。我话讲，这无啥正常，这怪怪哦、喔。啊，无啥正常咩啦？哎，啊，无啥正常，啊，那金管会要出来管啦、啊。但是金管会我会在时啊看着，金管会敢那讲也不要紧啦。哎，我话讲，这可能真啊钱够吼，这那不要憋起就对。这台湾系金融风暴哦、喔。系啊、喔。因为足侪人啊，甲伊原本的迄个叫做股票卖掉。该买一支，该买一种的，啊，后人甲厝提起贷款，啊来买这落的，啊后人甲定期存款，所以伊迄个就是得利利率吼、喔，就是讲迄利率啦吼，上悬啊，用配用跳上悬。这件代志，今两个在跟咱想讲过。哦，这胡杨胡杨，啊这就是三个张张老师啊，嗯。下晡嘛讲到即，诶、欸，早下早伊嘛讲到，诶、欸，买一段是伊嘛讲到即支即支了对。啊，你个昨食饭的时阵，阮母咧看八点蛋的时阵，阮母讲，诶、欸，这真正足恐怖。哦，啊，有人啊。嗯。这个你们看人家算数咧。嗯。这是做友好咧。陪老母看八点档，食饭配看八点档。无啦，总是看到我家电话掉咧。本来是那是，我本来唔爱咧看八点档。我真啊掉咧。啊，我陪阮母看，啊，阮母就等伊，阮母咧，你要怎啊？你看台式迄台哩？明视诶。看明视啊。看明视诶，对。啊，就咱迄个，咱来谈伊。计打开视，我无清楚看侪啦。嗯。啊，但是阮母啊拢。伊食饭，阮兜食饭自助式的嘛，就阮某煮好了，阿在要食，他家己捏捏捏捏捏，吼，阿拉开始食。用一个盘家己捏。对对对，阿阮某特别，阿阮母啊特别，就无咧坐饭厅啊，伊无坐饭厅食，伊就走来客厅啊，客厅，家客厅坐啊。坐伫迄个电视头前。嘿，阿就咁啊看，你阿想讲阿母啊家己坐咧看，把咧过来陪伊看咧，阿大概是就是。迄个陪伊看，伊就伊讲，咧迄女性朋友咧看迄个连续剧吼，看到拢会笑。我冇拢看台视，台视诶，无差啦，应该是三立个电视吧。嗯，台视嘛，我冇看台视啊。哦，台视咁冇咧。我来咧看电视诶，要看政治节目，伊拢伊开始伊都。无啦，政治节目是台视诶，是台视诶啊。对啦，我就是台视看台视人台啊。台电视诶，对啦，台视啊，台视啊。啊，你是看高木看干啥？看屌货。对啦。啊，就你看拢下都得。对啦，看台视诶，连续剧全部都看电视，看三立啦。当我等六台啦。系啦，啊，你若政论节目。都迄个是五十三代啊啦，五十三代，五十四是三立啦，五十三是迄个冰丝啦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物件的，这个张老师也讲啊，赵忠老师也讲对啦，吼，啊，建荣哥也讲对啦，啊，这个王伯也讲对啦，啊，恁的警官会紧嘞，敢那话紧嘞，麻麻嘞，啊，这这讲我这钱也唔得。听讲，这来叫公会了，对啦吼。我应该是记唔对，应该是张老师讲，唔是建人，我记住建人。哦，我终于过来一礼拜嘅，三啊，过来过下就，三啊，过来买就讲就出来物件。我都不来。讲出来诶，一个获利诶，一个几上过啊，上啊，已经超过啊，已经超过啊，系对。啊，这种物件交过来，伊说不，就说不讲一句诶，讲迄个较早咧掠迄个白纸上诶时阵啊，啊，迄个内点夹诶刀片啊，甲放在迄个边角诶内底啊，啊，白纸上唔知有怎么输啊，有钱啊，啊，钱，自家只纸拢麻去，钱边角嘛，纸拢麻去，啊，个钱就几多，内面爱坑边啊，所以未去钱啊，当然可能迄一定会坑啥物事了，伊就面吼胶面吼，啊，落去甲做边角，啊，边角内面有藏迄个啥刀片啊，这只行地纸上，有阿个飘，哎呦，阿伊什么意思？是亏亏多啦，这空间就是的，发生这个，你其实你领到的利息，就是你家己的钱嘛。哦，对不对？咱听众比如你每只，侬摕一百万来坑我家，我保证恁各位拢五万通好摕。啊，恁摕敢是恁家己的钱吗？
可是今日走路啦，我那提来拢唔知人要，我提到到提未出来时阵都无，因为我开啊，我那爱开啊，啊到提未出来就走啊。后来我两个提来提来，我去行去啦，提来行去啦。难做这个模样，你也继续做较好啦。话说这个物件又开始吸金啦，那不当然，咱咧金光会一直是要看新闻看。啊，其实张老师跟你讲的意思，讲爱注意这个啦。这个要注意吼，迄个投资啦，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吼，这拢爱作细意哦，对啦。我讲有啊，伊个果皮、果皮诶，迄个皮啊，还好，我看还够呢。啊，怎么话认真啊嘛？安尼好。嗯，懵啊！我就懵啊！等我变蛋变蛋。我不玩咧哦，啊！伊话有营养啦，系啦，营养啦。啊！哎，头壳都未退化，你等下剩起了，等下剩起了，头壳都未退化。对对对。哎呀，像咱这个吼，不咧吼。咱头壳拢已经退化，我今日来上班就徛家里讲。笑一下了，现在太严重了，太严重吃这了，长一点，吃过头，我吃到去，吃到2公里啊，系啊，吃到去经了这啥，经了迄个珍珠，迄个保险大地，保险大地了，保险，吃到遐了，保险吃过头皮咧，系啊，松咧，系啊，我吃你家了，这不是跟你馒头，吃到来公司啊，这个，差不多啊，应该差不多破呀，好，来，好，都只阿星咧讲这件大事吼。含这个用到书哈，伊咧讲一件代志吼，这个黄天木啦吼，黄天木就是即卖金管会的这个主呀，他们话去讲就对了。伊讲 OK 啦，无问题，我袂去涉案啦，无问题，没有，无问题。已经有一挂人，我已经看出出门。咱阿公赵老师做重要，还是看伊讲一句话，伊就去承担，伊来承担嘛，承担一笔啦。我难发生代志，伊就讲袂啦，我袂去涉案啦。伊讲吼，袂因为讲吼，即个物件吼啊，大卖热卖就对啦。啊，阮就去甲试探，啊去甲高度会监管卖啦，袂因为安尼做啦。哦，卖啊，卖就好，卖你就保庇唔通出事咯。再出事了，到底是经营的是金融诶。你敢会来阿妈？内行啊，内行，内行，对。哦，啊，总工会伊都安尼会，安尼。啊，两搞咯，啊，就因两经过啦，上下啦。保庇门出事，对，上个时蛮出事啦，哦。啊，我母啊，伊讲这个就是教阮某，当时也讲着股票，讲着股票这个代志。对，你望看恁母啊。嗯。哎，母啊，迄头壳是啊，佫足清楚个咧。对啊，系啊。哦。系啊。啊！但是我那也袂起来钱啊，我那会啦。但是你若无股票好挣哦，嗯，袂使。对啊，我知啊。一向做你都。一向做的哦，也爱看八连档，伊就看八连档。哦，对对对。啊，佮最爱看啥？你敢知啊？最爱看胡瓜啦。胡瓜。胡瓜。胡瓜。唔得嘛，笑安尼得啦。你讲这种诶，就是放轻松诶啦。阿春诶，咧看阿英头开诶啦，安尼啦，唔错。哎，这个 ETF 对啦，吼，啊，这咱无咧买，咱较袂下，啊，但是爱注意，就是讲，这个茶叶，像那金管会主委今仔出来讲者，绝对是足侪专家已经咧提醒，伊唔得这个出来应者，哎呀，袂靠应者，伊了解嘛，所以爱出来讲啊，袂出来应者，啊，既然你应咧，你就讲无问题，是先咧讲，但是伊真正有问题。专家咧讲有问题，伊会去烦恼啦。但是绝对甲伊讲无问题，哦，总之咱相信伊啦。嗯嗯，好啦，希望是真正拢无问题啊！大家金光辉呐出来讲无问题啊，之前咱就归拢倒。所以有问题的人建议上面种种伊会注意安尼就好啦，还讲无问题安尼咱就相信啦。这个上面的股票，上面的配息呀，还是上面种种有诶无诶啊，迄个拢无了解，咱拢无了解，但是都已经有这个风声出来啊吼。啊，结果咱的金管会主委讲 OK， 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。出书我看你用啥去打，你上边是官微无做呢啊？官方出书，我知影啦，讲的是我，但是这个物件就无正常诶。佮第一咧立场，伊若有代志，认为讲这真正会出事哦，伊嘛得甲团讲讲袂出事啊，有哪会讲袂出事啊？无啊，伊用解公安啊，讲政府拢唔得甲国关。伊哥甲你讲，伊哥甲你讲袂调高，因为伊大卖了好，阮得调高伊要甲做高度的监管卖啦，卖啊卖针对安尼啦。
好啦，才有信心得啦哈。金光会做叫做啥？吴天宝。好。系啦。好，安尼你就准备啊，迟到咧，上个卖出书啦，哈。啊，上个人包出面啊，吼，啊，上个卖出书啦。迄唔是做假啦，迄唔老会注意啊。啊，真系，真系。啊，咱免甲烦恼啦，吼，有，莫像迄古早时代，较早台湾的迄种叫做啥？迄个什么集团啊？有无？台湾的台，较早。你讲以前较早爆发着什么的？金融危机啊，迄个什么大金风暴啦，啊，个有啥？红岩咯，吼，咁真。哦，红岩真新哦，咁咪七步八步，乌鸦变出什么雷曼兄，雷曼兄弟风暴啊，那样。好啦吼，啊，就安尼简单报一下，因为咱唔是内行嘅啦，我这来真正做食金河因这种嘅啦。慢慢讲做数字啊，对我来讲头来拢会听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被听就对啦，吼，哇，系啦，吼啊，有偌济钱你甲投下去，吼啊，你若是讲厝要去提贷款，啊是要开咯，嘿，你唔忙，真正忙开咯，只够你当厝人住都无，哦，好，忙我别来。是。好啦，感谢啦吼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，这个查甫的吼，啊咧注意某咧讲手机啊，一般来讲，我有当时啊拢想讲，啊你这查甫嘛足无聊，你某要甲人讲手机啊，你是他妈咧甲注意啥货安尼咧？吼，就是安尼。哎，我知影，啊这个就是吼，这位姓洪的查甫，因为伊注意因某讲手机啊，迄个态度怪怪。而且伫电话迄边遐咧，伊所听到的声音是查甫人的声音啦。哦，嗯，啊，所以就感觉奇怪，就问因某讲你到底是拢咧讲啥讲话？哦，啊，特别咧讲话拢用手咧，用手咧按，啊，甲温温压压安尼。因某到底手机点？无，因某怎啊买啊？怎啊手机啊？怎啊摕哦？因翁，因翁听对啦，吓啊！啊，因翁一个，这个某是63岁啊。嗯。某是63岁，63岁就对啦吼。啊，一月份的时候就自称讲啊，迄个去收着了手机啊，自称讲是歌词的名字安尼啦。有，对，然后再吼。啊，结果呢，这个63岁细了妇人人怎安尼相信啊？啊，怎含对方加赖了后呢，我就甲伊讲讲三个月拢会当唔免钱，我提供你投资的信息安尼啦吼。啊了后壁呢，即个说姓廖的女主呢，又个从哎，哎，这个有准呢吼，所以都开始落去投资就对啦吼。啊，结果呢，即个做啥呢？银行啊，看到我伊一段时间拢讲话拢怪怪，可能惊银行仔啊是安那样嘛呢？但我从银行可能大概是嘛无想到是诈骗集团。啊，结果手机啊，甲摕过来甲看了，甲检视着，才发现讲凹手骨。你都规矩甲客兄讲，我都再袂晓想。你甲客诈骗的团都较有规矩，拢无去。好在在骗无济，两个人怎赶紧抓咧去甲警察报案就对啦。啊，警方讲，马去，你卖甲对方拍生惊。你甲讲准备要搁再交后一条的手续。甲调出来，甲调出来就对啦。吼，啊，这个警方就事先就伫咧迄个做啥呢？敲响附近啊。做埋伏，或者警方咧埋伏者吼，即阮朋友做刑警，即我知影，足忝诶，埋伏者有够忝，迄有诶爱加做事，伊着啥物过路人啦，啊有诶加做，啊有诶男刑警、女刑警加做情侣坐伫遐啉茶边啊，啊有诶着爱加做一盆盆栽苦当遐啦，啊后当做最后挂。啊，免讲，迄电影拢无做过，电影拢无做过啊。啊，结果你啊埋伏了后呢，无偌久真正有影姓江诶车手随出现。警察虽容易，虽容易，同阿阿丹破卡了手机啊啦，三相关的节目拢随甲没收。以上北检，以上在新北个地检署是吗？多侦办，嘿，随侦办就对吼。阿丹之前报过嘛，车手你唔能以为车手判袂当哦。佮查起你查袂着顶线，你即个诈骗起的被害人呢？拢有你负责哦，你负责哦。所以这车手哦，玩戆戆安就对啦哈。对啦，啊，这个安话呢，我呢，这个小可注意一下啦，我看到，但是你从我某咧讲手机，我阿唔捌咧，阿捌咧看伊咧看上讲话咯，不过啊，这个姓廖的富人人嘛，上过头大意啊，清清晒晒啊，一个姓富人，你甲对讲要趁钱，要啥物回忆啊，真正，对啊，就是当我咧用便宜的啊，拢用迄个假金无讲王永超侪啦，假金无啦。王永雄这提来咧诈骗投资的啊，啊假金容易啊，哎呀，去到要死啊，去搞迄个 FB 点击啊 ，FB 讲这无多惨，无多啦，啊伊就唔得去到讲，这种人，这种人可能感觉讲上届感觉奇怪的对待呢，
人要叫伊投资，伊提出来呢。迄亲戚好朋友讲，哎，最近的手头卡薪水两三万块啊，提你出来呢？你讲安尼，这个都无同意。好啦，来啦，吼，啊，这大家都来咧投资啥，拢希望会当赚着钱啊，吼，那是唔同安尼啦，吼。啊，用投资哎，诈骗的唔够侪啊。啊，足侪，吼。哎，较注意啦。啊，对，好，来，咱来进广告吼，啊，两名价格倒转来吼，空白空空空五八六。六八来感谢，谢谢。啊，非常感谢咱今日用几十多位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。今麦是广告时间啦，要来介绍咱新人红星优秀的产品就对，许多山这产品就对哈。欢迎你多笑多山顶的山，许多山这边高将是二十几档啊哦，用心许多，好来个注意一下，真正好的产品，二十多档也个咧红星，经过三十档嘛是也个咧红星，因为咱人的人体就对啦，构造就对，白天一定拢差不多伫遐啦，所以红星多，什么人较好？十档后嘛是赶快缴啊，所以许多山是非常记得咱雄狮大好来个处理的这个物件了，因为咱人的身体哦，食过这个物件是不得了哈，拢唔知道是好阿歹，唔知道有杂质无，拢唔知道。所以接落去了，当咱讲报纸那报，哦，夭寿啊，什么人咧做这个夭寿的红家？那农药是不，这是农药。这些不应该吃到肚子来的毒素，那都不知道吃到肚子来，所以就最近停止，你敢不敢不注意吗？身体不调理吗？所以有的人哦，感觉说、欸、我就四五十岁而已，我是怎么治疗高血压，是怎么治疗糖尿病、哦啊、是怎么机能我中流很多问题都产生，甚至心也不好，像许多这都是体质老化、啊、是怎么体质老化，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济了。这样哦，这真正吼提早老化有影了吼，安尼吼。所以红丝带今日特种表，人对啦吼。这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啥？心灵代谢爱顺数。你开始机能在出问题，中间都是心灵代谢不顺啦，过乱呢，乱呢就对，机能会乱。啊，乱了了，伊慢慢一项注意，注意的机能，伊开始就退化。啊，退化了后就，咱人辛苦白听，你就再调个呀。所以变啊，和咱这人的身体、心灵代谢会损失，会细胞的活性化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的对。咱信任公司许多山一张制高价，咱女性皮肤大概拍电话入来。上辈拢有甲咱讲啊，那你敢知？讲哦，我怎么食着许多山，食一段时间了后，对啦，迄皮肤继续水，体力继续有，精神继续好，从许多迄个亲情在下的顺序，皮肤那太水啊，那没顺序，皮肤不可能水。咱讲熟悉了是安尼，好多人人看这个面呢，面那是有光强，哦，这人身体就用；面那是暗淡。面色不好，这人心理上都有出问题了，对。真清楚就是安尼了，对。虽然近来风气大，但许多山好好那个利用，最早的目的就是去收台了，对吼。所以以许多山这三边为主了，对。我的抵抗力一强，体力也好，吼，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。你那已经乱的人吼，那吃一段时间过了，慢慢也调整得上来，对。表情特征啊，吼，以许多山这个为主哈，有恁骨手骨头，那个骨头咱都知影吼，哎兄弟啦，这顶骨空啊，老骨皮骨香的不一样，骨头吼，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，对啦，骨头是会怕的呢，你走路会疼呢，足侪人走路会疼呢，为虾米行呢？为虾米徛呢？为虾米拗呢？安尼啊，老大人啊吼，那骨头若怕去了，就容易破，容易坏掉。胃底的中间也破了，对，所以这真重要。能够说做保养哈，和你介绍能够说合理的对。这金明的第二代，金立明的第二代是美华制药集团哈，重新研发的对。哎，经过啥？经过这个无温度，在零下
的气温以下落去做，伊升温开关，所以佫无即种热工顶啊，热工的电工啊，你做过程中间吼，升温也降低，所以你要克服即个热工顶，包括着温度顶下以下去完成即个物件中间就对。以及一黄素、一米黄素这种物件，伊的升温会保持较悬，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两点就对。无咱第一代咧做得好好，第二代升温较悬，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吃，对不对？这是米吧，只有一团诶团队气劲发出来就对。所以别咧吃，咱来吃升温较好、较悬的金立平的第二代，好、感谢哈，喜乐通。过长啊，长啊，绝对要过用，未使有先死咯，免咱未使有先死咯。喜乐通看等于做好用，就无唔对啦哈。我报喜乐清血液，这个血液按摩木，我在在这里讲，大家跟各位讲啊，对了。血液在咱的血经的流通，包括中人群的血经，到底有流通无流通，我嘛唔知啊。但是我特工我就在吃，哎呀，你一两粒尔嘛，啊，暗时两粒，啊，那上计时去中途去吃两粒安尼。足简单的就是安尼个对，啊，互你保持这个血液的流通，会顺舒，袂叫落口，较袂塞的，塞伫心中就好，无好，塞就食力，啊，塞伫脑也食力，安尼个对，所以循环会顺舒，这嘛真重要吼。喜乐清，我保喜乐清，保顺健，男士朋友，一项尔，也无算，也无算，家己咧帮了家己知影。打电话过来，甲咱叫保顺的这个服用吼，血红素。血红素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的物件。从细个见在两边有，目睭会涩，头壳会咱晕晕晕晕，规工啊感觉晕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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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贫血咯。除了你感冒啦，感冒那头壳会晕会晕啦，吼爱烧啦，种种啦。啊，你若不烧，也无流鼻水，可能不时就规工在那。感觉头壳拢未爽快，未清彩，伊就用啊，那对啊，无什么病哦，无感觉讲我倒无安那哦，干那只头壳未清彩安尼尔，有可能是回不到，欠袂贫血，所以风湿多。那是有这症状的人，只要你贫血的人，伊食血红素足简单就对，早含两粒，上个下昼时啊，佮食一两粒安尼尔。所以这是真简单，可能会当回，会当有补充起来，和你身体复回。机能的运作的正常的物件，血红素。感谢吼，有点无不了解，你这里拍电话来做详细询问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。好嘞。感谢哈，咱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，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，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暝七点啊，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，不清楚不了解呢，电话甲卡过来，公司用的先困，啊来甲咱做回答吼。过来，阿伯时间呢？听众朋友啊，意见要表达啦吼，还是要开讲破头，新闻技术要做补充诶，拢无要紧吼。啊，咱这电话呢，那个靠通啊、平和啊、讲轻松啊、讲好吼。咱的电话是269-9456，269-9456。来，咱们电话我不打，朋友要卡，咱这个加一个空六哈。好来，感谢啊。来，你好。好，哎，你好。哎、欸，阿星阿林三，哎，对对对，我咧讲这个囡仔在开开吼，嗯，这是在可怜，嗯，还讲用板的呢，用板的，人家讲加用板的，你讲他唔该骗几板，加用板的，哦，所以就是用板的啊，到后尾囡仔拢搞好用板的。就连国委员，我感觉咱的政府哦，这个。预算绝对未使阁赔回这个单位啊啦！起码这个查某，这个因为这个拓霸嘛，因为拓霸伊要选啊啦，啊，看这有够看哦！啊，你讲哎，那个陈昭书吼，陈昭书是，伊讲一边讲，无来寡动的啦，伊就寡动的啦。陈昭书这个靠人什么人啊？
成舟之后，到人家的瓜，伊就即摆就家己瓜冻去啊！哎，即摆就做瓜冻不稳固啊！家己，这陈水扁的支持柯文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今仔个柯文，我做个上尾来甲退阿生，我要来退六十块，唔在晒面吼。要甲上退六十块。我真足巧啊啦！我五十年来，我唔捌中国民众一票啦。真正啦，我拢支持民进党，我爱去看人呢。我唔是讲乌白正正的，我袂读册啦。爱做细路就对啦。真正我实在我讲哦，我讲柯文哲啊，你呐会用干，恁呢叶贵在高雄，在高雄算啦，在高雄甲台南。来叫你来就唔相信啦，骗鬼！对啊，谢谢啊，好，感谢你哦，好，谢谢啊，来你好，来你好，哎，吴太太，你好。啊，那个大哥不用生气啦，官不会带我人的是刷屏啦，刷屏了对。哎呐，对，迄种人生气是算了咱家己啦。你生气是假啦，害了自己而已，害自己不舒服而已。对啦，咱们就拉完啦，快到飞机啊。那种人就不要再理他了啦，不屑理他了就好了啦。啊，我讲你讲黄天牧那个主委，那个经管会主委，为什么他敢拍胸脯说他？不会有什么事，因为你要买这个基金，这个 ETF， 它都有条款哦。我不晓得买的这些人有没有仔细看，我有看到他写，那个就是支付你的利息，有可能就是动到你的本金哦。他有写这一条哦，因为他不保本，你知道吗？以前不保本，通常我如果去银行要介绍我买什么东西，一个卡上的利息都0.8、0.91而已嘛，啊，他们会介绍说，哎，吴太太，你那个来买某某基金啦、啊、债券啦、啊，都很好啊，现在都可以拿到5%、6%，好，啊，我就讲好啊，那你那个赶在那个上面给我白纸黑字写，保证可以拿到5%、6%，你敢吗？要有白纸黑字哦，别说要不然的话，你随便讲讲，到时候我亏钱，我跟谁要？然后有没有保本？有一种有的有保本，啊，有的是无。他没有利息给你，可是他还有保你的本。是。啊，所以你哪要买这种物件是吼？那个条款都要看得很清楚，因为要密密麻麻，一般人都不想看。对，很多人都不看。我以前也是很盲目，我买那个基金假贵亏，所以我拢会看，我都会人问，我讲。那、啊、你说5%给我，你敢不敢给我写白纸黑字写上去，我就给你买。是，我会跟他这样讲。大家要么打退堂鼓。我们看下了哦。谁敢？对吧？那肯定是可以几倍的吗？对吧？是啊。就是那样，所以买东西自己要看啦。是啊。哎，黄天牧的意思说，你先让我条款跌啊。你到时候要来闹，这个都没有什么好讲的。伊讲伊袂特殊，伊个。啊，我讲伊听啦，你既然要买啊，你敢使当哦，头前个人买，后边个人袂使买，对不？这个也是自由经济啊。希望卖出输得啊。因为房地产的起价呢，起码起来讲开始自由经济啊，对不 ？OK， 好，感谢，好，谢谢，来你好，你好，喂，节目哦，哎，你好，王永运做迄当主哦，年薪500万呐，一年啊。啊，迄唔是，500万，迄唔是咧做红领棍咧，啊个人家薪水哦，哎呀，薪水是话题，咱讲，啊500万蛮上含义啊，那是华联咧，所以个40-50万咧，福利联盟是他们的福利联盟啊，我一个一年当500万，500万，大哥你讲对唔对？好，500万，这一年当，安尼哦。哦，网络上拢有咧疯传啦。哦，啊，拢有咧传咧，你咪只讲咧，诶，等迄个卡斯嚟卡讲啦，吼。就讲，系啊，网络传咧，咱拢尽量卖安尼落去讲吼，啊，无咱网络嘛看一大堆，我拢无咧讲即个网络诶，吼，好吧，哈，好，感谢你哦，谢谢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不是，是，即个出佣金啊，就是红腰就对啦，对啦，红丝啊啦，就是不出过一件。台中的金锁，迄较早拢透过釜山科的金锁。哦，对，以前。有一挂人就不得已，就是生这个囡仔，就是未婚妈妈啦，未婚妈妈啦。啊，就透过金锁医生出用给人啦。啊，人是安内爱经过金锁医生，因为古早人的观念无爱红山讲这个囡仔是受用。金锁医生就当直接给你开出生证明。
就变成你爷安尼了。哦，有三个医生就对了。系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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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尼一直听话，所以是背后出有怎啊出一件足大案的，那个医生敢那经手几百个，也变成都那像敢那在卖囡仔的安尼意思对吧？啊，其实你从细甲想起，甲即马这。其实也是差不多啦，正讲就是一个看家话的地位就对啦。啊，今仔这个问题出问题就是安怎？因为经过一件代志了，你竟然有伫迄个定有法律出来，这个代志就是要经过政府落去做啊。政府落去做，你讲这个台台银行嘛，一定是经过这个新北市的社会局嘛，去甲救助嘛。我这个囡仔要服人嘛，啊，要安怎去处理？爱怎啊讲？你怎啊？甲你介绍去，吼！你这个什么儿福，什么机构家，意思讲，诶，这个人会怎甲你处理？问题就是你个，伊应该是爱伫政府的监督之下落去处理啊。啊，变作讲，伊甲你出，伊社会局甲你用力用，甲你塞去遐的时阵，伊都不管伊的代，就拢无伊的代志。哎，伊都不管啦。哎呀，咱拄啊咧讲的讲这立委的质询，其实最后问题啦。因为你刚刚甲你讲什么一个月偌济偌济，我咧讲啦，这个义务的钱无可能是这个儿福机构出的啦，一定是社会局有出的嘛。反正无够较侪，较侪嘛无够通开。一个月就两三万啊，你要放底下偌侪？这政府一定有预算，啊，不过就是公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平摊，还是讲惊耽误责任，怎啊搁用一个白手套讲啊？我用我怎啊标用儿福机构去做安尼？我搁转入手去啊！啊，你讲要一顺，你就甲我详细甲我讲，政府到底是所谓补助这个个案是补助偌济钱？哦，伊这个新北市哦，阿毛议员应该都爱讲互听，才袂安尼都啊搁传来传去。所以讲，因为敢那一顺讲，什么一个月偌济，我听起来搁敢那讲哦，这儿福机构搁缩定心哦，一个月家己出。那有可能，伊嘛知影，那有可能，伊嘛无迄个，伊有迄个钱，伊嘛袂使出来，敢那付我迄个当初的薪水都无够当初啊，佫袂使甲你出钱。是啊，是啊，五百万，安尼话五百万都真容易啊。我讲这就是问题了，出嚟讲一定是社会局有经费予伊的嘛，啊有经费啊，即马出台支付天气潮，就是安尼，事实就是安尼尔。是哦，感谢感谢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来你好，你好，拜拜，你好你好。伊即马拢现在立委拢真乱啊啦！伊国民党诶遐查某啊，甲遐查甫诶吼，伊即摆伊是呐无，因为因国民党诶负责人吼，即查甫人无叫下台。国民党诶徐小薇啊个，迄个徐小军啊个黄汪宏威，迄两只上校诶，上三百几县诶，伊若不爱叫国民党迄个落台，迄个伊那迄是伊诶负责人呢，伊即马下台就准煞呀呀，伊即马拢用过安尼，啊，迄个国民党诶那个黄国昌迄，靠伊靠流水啊，伊靠原来无路用啦，伊靠流水啊，我那我看电视，我看伊靠流水啊啦，吼，啊，伊靠上流水，真正是愈看愈无人用着，系啊。啊迄徐小新甲汪宏威，这两只上吊的啦，吼、啊，伊只我叫迄个国民党迄个落台，伊牵袂着，就叫什么代志，伊就是那么叫哪民有些什么代志，就要叫民进党负责。孙建仁，你他讲恁家的查某啊，卖插伊，孙建仁卖插伊，啊，什么代志，伊都怎么，伊都拢要叫。他袂叫，要叫民进党的人负责，但是要叫伊落台。你这徐小新，这个三百查某，这个三百几人位的，甲汪宏威这三百几人位，伊想要，伊做立委也要接，要接咧出风头同款。对，咱台湾人爱看清楚，这两只上三百个重要的。是。嘿啊，黄黄国昌，六十个六十啊，去考迄，因老母因拢是在头咧做生意。是。黄国昌考六十啊。嗯，好。哎，你要到香港打边条，应该能够打边。好，感谢，谢谢。但时间的关系，咱不要直接电话啊，今麦来做些功课啊，随个得上啊，哈。对啦。啊，这个台这个代志都今麦检察官在咧侦办啊，啊，看是不是。当成熟，而有人问下查看嘛，我内底有问题啊。对了，对了，好，啊，会啊，别我唔知啊，来进攻过来。好，这个台南的，都唔是台南啦，台湾的宗教的大代志，其中有一项就是白沙屯嘛。
哦，对，白沙屯妈祖吼，哎，这个了，这即卖开始咧行吼，啊，有位参加的人有够济就对啦吼。啊，不如个呢，今仔我看了一个相片吼，即我甲你讲，即妈祖娘娘啊，看到一定足无欢喜。因为有足侪热心的迄种信徒吼，伊可能无多规定对，也是安那样啊。但是因发愿就是讲，我要当倒一个所在，要发点心。哦。哦，好呀，对。白沙屯妈咧行的人有无吼？啊，当有钱，两个家，哎，家两个家上。结果有三明治啦，有三明种种有诶无安尼啦，啊，结果这人就是足奇怪，你若未晓忙，你也退啊，你若未晓，你就卖退啊，可能你是摆伫边啊，啊，互恁自由退都无钱诶嘛，啊，有人三八千了要炒一蛋呐，有人因为种种安尼了，这拢是一个热心嘛。啊，你若未晓，唔能得你退退，我蛋涂卡啦，嗯，安尼咧，嘿，从包装都无拆开啦，哎呦，对，我蛋涂卡啦。你若只啊，你若讲要退，讲小蛋来要只嘛 ，OK 啦。对啊，你唔要等你，还是讲要退蛋厝只拢会使，我退退也退唔掉，退涂卡啦。啊，人讲哇，这两下妈做看电视，对不对？哎，物件未使偷这啊，妈做未受气啊，煮饭只人家嚟讲啦。哎，这实在真正好啦，这白沙屯嘛吼，这有啊有高兴啊，人有高兴。应该一摆嘛，吼。哎，一年一加速度。伊个庙里嘛，听你讲讲讲几回，讲连蔡文忠都冇过。有啊，我爱罗清点冇去啊，罗清点，哎，罗清点冇去啊。好啊，这个就做啥呢？啊，这个就做这种种宗教的圣书，大家拢一份心啦，拢一份心啦。啊，你那是有看到人咧咧拜，让你食恁惊。你唔能甲迄蛇罗蛇当作要真回呢。腰卡疼个腿，哦，腰卡疼个腿，有需要你个腿了啊！哎呀，哎，像平常比如穿的话，我哎呀，这那个特价啊，特价啊，特价物件，特价迄个物件都唔好哩，唔好啦，我才拜拜妈祖，妈祖主，对不对？哎，妈祖一定叫来，这是坐两尊妈祖的呢，一尊白沙墩，一尊沙边妈呢。我系邓桂彪已经讲有哪有去咧？冇啦，冇，应该是嘅啦。你上去咧唔得，林振东先拢冇得去啊。系啊，邓桂彪。系啦，我只咪是讲咧，妈都有哪有见我一见。哦，即唔怪啦，即系看路径啊。路径啊。嗯，明仔就可能打开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